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局盖门超强王者。我们玩盖门最主要的就是不能怂，上去就是一套不解释的野招。你们知道这种抠像视频怎么做吗？其实非常简单，用步步姐姐30秒就能搞定。直接打开视频，点击抠像，然后选择人物抠像，盖伦就直接抠出来了。然后我们随便找一个视频，把刚才抠好的盖伦拖进去就完成了，超级简单。你学会了吗？快乐玩狗 UP 主多爱用。